13年前拍《士兵突击》，11年前拍《团长》。那个爱军哥的人，爱鼻烟子我都认了。他愿意娶我。十几年了，大家能够重聚的一个机会。不看画面都能感觉到一种默契。还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再一次相聚和在一起工作，期待双台。